剪开酱包，搅拌金黄面条，盛上汤头，加配六根大排骨，热腾腾的药膳排骨肉燥面，光肉燥香就让人食指大动。台湾一年有百亿的泡面商机，现在这股风潮也吹进夜市里。肉燥干拌面润饼好了，谢谢你。大口咬下 Q 弹润饼，里面有豆芽、高丽菜，居然还包了肉燥面。泡面业者结合夜市摊商，打造出八种创新的肉燥料理。口感非常的丰富，然后又加上它有那个肉燥的香味在，所以非常的搭配，吃起来夏天吃起来非常清爽。一甲子的老夜市可以跟近半世纪的老品牌肉燥泡面业者来合作，举办此次的肉燥香料理大赏的快闪活动，限时17天哈，你可以在宁夏夜市里面品尝到八种独到创新的料理。以肉燥面为主题，结合台湾夜市名店，从润饼、药膳排骨到卷饼加肠卤肉，每道料理都能翻转出新味蕾。三立新闻，谭无信、林文富、梅凯婷，台北采访报道。